How to ask what did you buy in Chinese? And how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Today let's review HSK1 Lesson 14. My name is Julie, and you are on Goodie Study. Learn more Chinese lessons. Make sure to subscribe. 东西东西一点儿一点儿苹果苹果昨天上午你去哪儿了昨天上午你去哪儿了我去商店买东西了。我去商店买东西了。你买什么了？你买什么了？我买了一点苹果。我买了一点儿苹果。看见，看见。先生，先生。开，开。车车回来回来分钟分钟后后你看见张先生了吗？你看见张先生了吗？看见了，他去学开车了。看见了，他去学开车了。他什么时候能回来？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四十分钟后回来。四十分钟后回来。衣服。衣服漂亮漂亮啊啊少少不少，不少。这些，这些。王芳的衣服太漂亮了。王芳的衣服太漂亮了。是啊，他买了不少衣服。是啊，他买了不少衣服。你买什么了？你买什么了？
我没买，这些都是王芳的东西。我没买，这些都是王芳的东西。Thanks for watching. Don't forget to like and subscribe. See you soon.